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带美美和天天出去玩。今天早上还遇见了一只泰迪，泰迪姐姐可热情了，三只狗狗玩得可开心了，快等着发酒回家。好，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擦脚。坐坐好。两只狗狗对擦脚还是比较喜欢的，每次都争着擦。小孩子擦擦嘴，而且很配合，小脚伸出来，对的，每个都擦得干干净净。哎，真棒，美美真棒，这只脚。美美最喜欢被表扬，她属于越夸越乖类型的，她每次擦完之后都会记得要奖励。来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好像狗狗喂了吃的，好，就十分听话。不擦了啊！来，看天天着急的直接跳起来。坐好。天天的性格真的是太好了。不急不躁，很少发火，让他做什么都配合。小时候乱尿把我气够呛，没想到长大以后这么听话。两只狗狗都是我心头的宝贝，爱你们哟。